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听我讲。哦，是安尼啦，我已经得到恁阿兄的同意，囡仔来提亲啊。彩萍，请你相信我对你的心意。我就怎，我一世人都会好好照顾你。你不要答应。照顾了一世人，是我的责任。玉玲，当初是我一时糊涂，才会让你这天人间上好的某离开我的身躯边。我知影我唔对，希望你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，让我继续做阿公母，好不？好，你拢听好清楚。无唔对，我就是玉玲。你真的是玉玲？玉玲，我就知影是你。你免伤欢喜，我确实已经死啊。恁即摆看到的我，只不过是分片尔。好啊，想要娶我，那呢就爱跟我去银座地府做阿母，敢无？玉玲。当初是我对不起你，若是死了后，当伊阮陪伴伫你身躯边，若你死对我来讲根本就无算啥。玉玲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就来去找你。哎呦，你莫遐尼激动好无？人玉玲也无讲，你答应嫁予你啊，啊你若死也毋着白白牺牲啊。好，我已经决定啊。我要嫁的人就是逍遥公主。真是嘞，实在有够好的。你等我，我会随来娶你。行。我真正伤过冲动啊！我为着要保护俊男，竟然讲要嫁予一个怪人。哎呀，这下是要安怎才好啦？菜菜爷，我先倒分再讲。李辉啊，将玉娘讲予昏去，顺利代替伊甲逍遥公主拜堂成亲，这已经达成伊的愿望啊！逍遥公主若是发现，敢告伊的犯呢？我来找来麻烦，你到底是？真正是命运创敌人，你想要知道我是啥人？你看后边迄个墓牌就知啊。是人，你是安怎要骗我？我无骗你啊，我有讲过，若是要做我的某，就爱睏棺材。棺材当然是死人在睏的。我不爱，我不爱，我不爱这样，救命！救命！玉娘啊，啊人讲哦，翁仔某床头吵，床尾和。我感觉俊男这么爱你，而且甘愿为你去死，你着煞煞去啊，原谅伊啦。玉娘啊，我甲囡仔接转来啊，你甲阮来转，好无？咱一家团圆，你原谅我，含俊男啊啦。啊若无，阿母甲你开啦，阿母。玉娘啊，你记住。你来替囡仔着想，总袂用让囡仔无老母着啊。是啦，啊既然伊拢知影唔对啊，
一家伙仔团圆上重要，敢毋是？阿母，俊男，好，我原谅你。小玲，多谢你。我无听旨，朕即马封你做云清夫人，负责守护凡间百姓的家庭，斩桃花，渡孽缘，一定要让每一个家庭夫妻和乐，终一日终。对，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大母守护神啦。明仔。Субтитры сделал DimaTorzok